欢迎大家来到无量健康站。今天我们要聊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呢？超音波检验之后，就直接照到我的肾脏，两颗本来就有12公分，都只剩6公分，就是在那个晶体出来的那一刹那间，他就觉得很痛，但是痛完之后就是一个小晶。后来呢，那个结石可能不止一颗，它就在肾里面呢就增加了，而且它的总分数也变了。记得准时上车，我们一起到无量健康站。